春蚕又香，又野菜又花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又爱菜又家，又风采又雨，又云彩又霞。茫茫人海的你和我，又爱菜又家，又你菜又家，又家菜不怕，不管安心飘过，飘过到哪里。你是我的男人，我是你的女人，我们是不能分开的。喂喂，水弟啊，你还真打算跟我这么耗下去啊？随你怎么想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次去南方发现了一家疗养院，专门治疗心理有问题的孩子的，条件特别的好，我们把晶晶送去吧。胡说什么呀？你想把孩子送哪去？我孩子哪都不能去。再说了，他现在有了米老师以后，状况好多了。哎，我说刘海涛，你到底是舍不得晶晶，你还是想多一些机会和米老师接触呀？你是不是希望你们俩走到一起，希望他离婚跟你过呀？哎，你有毛病啊！爸爸，儿子。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跟奶奶说过了，今天晚上我跟爸爸睡。好，来，阿林去。爸爸今天晚上哄你睡觉啊。来，把被子盖好。要是妈妈在就好了，我要你们一起哄我睡。那么想的。嗯。那你跟爸爸说，在外婆家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小舅舅对我可好了。小舅妈呢？好像小舅妈不喜欢我了。为什么？她说我是小杂种。为什么？
我哪有那个钱呀、啊？哥们儿请客呀，那不是常有的事儿。我那帮穷哥们儿还请。我跟你说，就算我有这个心，我也没这个胆儿。你放心吧，啊。你过来。哎，你是不是鼻子有毛病啊？你鼻子才有毛病呢！这香水。哦，这没错，这是香味儿。不过这是我拌豆腐丝那麻油香。这俩，你再给我编！你干嘛？你别动气，别动胎气，啊！听话，听话。你老实跟我说啊，你今天晚上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说呀、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相信你，米强，我不要太了解你啊。是不是因为我怀孕了，有些事儿干不了了，憋不住了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说，你去哪儿打猎去了？你去哪儿打猎去了？你，哎呦，姑奶奶，我天天让你们骂的，我腰杆都直不起来了，我哪还有心情去打猎去？我跟你说，我那杆枪早就熄火。哎呦，瞧瞧，哎，干嘛？我那杆枪熄火，你这么开心啊？我就开心，怎么了？得了吧你啊！我还不知道你，你看着我，得了吧！哎呦，你还，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对我不忠，不可能！我，哎呦！说你爱我，说嘛！我不说。说你爱我。你爱我？呸！你好好说。不说了吧？你爱我？好好说，看着我说，说你爱我，说。我爱你。爱死你！讨厌！妈，要吃了吗？今天医院来电话了，说有空的床位，咱明天就可以住进去了。我不去。干嘛不去呀？有病就得早治疗，非等到严重了才去啊。这是肾病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无药可救，非拖到你死才行。白花那些钱干什么？这是个无底洞。你别听人家瞎说，咱得听大夫的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这儿还有钱给你治疗的。你那是什么钱？是讹来的钱，我不会用的。这样啊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妈，我明天就回去，回西水。回去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等死，我不会拖累你的。我嫌你麻烦我了吗？说你拖累我了吗？妈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啊？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呀？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我就不能放你出来。放你出来你就野，我怎么野了？我怎么野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是把你打死，我也不能再看你做这些不要脸的事情。
妈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女儿啊？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不是你女儿不要脸，是你女儿被人耍了，被人欺负了，这该骂的人不是我，我没有错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错，你搞清楚吗？米佳，还没睡着？唉声叹气的，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想，全都搅在一起，心里乱成一团，想睡也睡不着。你这样身体会搞垮的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把心放得宽一点啊。说是这么说，能不想吗？要是我能够彻底的放松自己，我就是神了。米佳，米佳呀，那你也要振作起来呀！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方式。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如果我要是你的话呀，我就不会和言川分开，我会和尚小云斗到底的。怎么动啊？人家手里握着王牌呢，泡着炸弹呢。像她这样的女人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？再说了，我不想对不起言川，人家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凭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？如果再这样骗下去，我觉得太缺德了。谁也没有断定你绝对不能再生孩子。医生都已经说了。医生说你有这种可能。上次还说你不能生呢，怎么后来生了呀？妈，我已经下了狠心了，步子都迈出去了，就只能往前走了。那你就照着自己选择的路往前走好了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还乱想什么呀？整天萎靡不振的。米佳呀，你听妈妈跟你讲，人这辈子要经历好多的事情呢，每次你都要往好处去想，要相信自己，你就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个比言川更好的男人。行了吧，你这是做梦啊。做梦怎么了？妈妈为女儿什么样的梦不做呀？我就是希望你能好，可我不会再嫁人了。说鬼话！真的，我现在就盼着找到女儿就行了。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，
到哪儿去找啊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我心里更难过了。不说了，一提这件事儿，我心里也堵得慌。睡觉吧，嗯，明天还得上班呢，赶紧睡吧。明天还得上班呢。爸爸想给你再做个体检，就抽点血。我没有抽血呀，大妈妈已经给我抽过血了。大妈妈？小云阿姨吗？嗯，难道妈妈没告诉你吗？妈妈也知道。嗯。儿子，告诉爸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好吗？上班去？对啊，有事吗？没事儿。那个，我就想跟你聊聊那个尚小云的事儿。一大清早的聊他干嘛呀？你也不怕你姐这一天都不顺呢？我没兴趣。哎，我长话短说，散了，快点走啊。怎么，你说吧。你是不知道，尚小云他妈得了肾病了。真是，你说这人倒霉的时候，什么倒霉事都赶上了。行了，你给我闭嘴吧！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什么意思，你别多想啊，姐，我就告诉你一声。哎，你说，他妈得了肾病，有时候我想想，真是挺可怜的。哟，有人回来了。哎，小伙子。什么呀你？没看见吗？回去，别收拾了，回哪儿去啊？今天是要住院的，赶紧吃早饭吧。你不要管我。你妈是快死的人了，住什么院啊？白花钱。什么要死的人？什么白花钱啊？你非得这么说让我难受是吗？妈，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呀？我希望你听吗？啊？你听吗？啊！说了多少遍了，别再纠缠过去那些事儿了。啊，这孩子现在在严家生活的这么好，又有严川这么好的父亲，你干嘛非要进去捣乱呢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你儿子又有什么好处啊？行了，妈，别再说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是啊。你妈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妈是个乡下人，没有你文化高。可我知道，你这么做缺德。我缺什么德呀？帅帅是我的儿子，我的亲儿子，我又没有遗弃他，我想抱回来不应该吗？我想留在他身边不允许吗？我告诉你妈，缺德的人不是我，是他爹，是米家，是老米家。你应该咒他们，咒他们不得好死。你告诉我干嘛呀？这不是可怜，这是可恶。他把我的衣服都给剪了，一定是他干的。这也太小儿科了吧？那钱讹都讹了，还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啊？他妈病了怎么了？难道他妈病了，我就得原谅他的行为吗？不是，哎，米强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说话呀？你这话说的，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你别多心啊。你是我姐姐，我当然站在你这边了。如果他再来找你，请你转告他，我已经退出了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但是再跟我过不去，
别怪我对他不客气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着找我？到底怎么了？小云，别跟我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来，把我当成傻子，他就是蠢货。我本来想去找米家，可是想要揭开谜团，我就必须从头给捋顺了。你说吧，你是不是曾经带我儿子去医院抽过血？你想做什么？米家也知道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？帅帅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你回头问问米家吧，他一本清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找我有事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是晶晶的妈妈，是你学生的家长，没事我不能约你出来坐坐呀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特别怕见我啊？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干嘛要怕你啊？倒是我想问问你，你干嘛到我丈夫家里去闹啊？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脾气上来了，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呢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惹毛了我。对了，你为什么离婚啊？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家刘海涛吧？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很在乎你，我心里非常清楚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他在乎的是晶晶，你的女儿，你别忘了。我只是他的老师而已，我也希望孩子能好。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？那好啊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请你帮我劝劝他，把晶晶送去治疗。我上次在电话里不都告诉你了吗？那家疗养院条件特别的好，干嘛让我去劝呢？这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商量好了。这刘海涛不是混蛋吗？野花不是分外香吗？他不是听你的吗？水丽，你别话里有话，阴阳怪气的想干嘛呀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对别人家的事不感兴趣，我只对我的学生负责。你以为你谁啊？你能负得了什么责呀？你以为晶晶在你的班上，在你的关爱下能开了笑脸了，她的病就彻底的好了，她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？我告诉你，差得远了，你不是大夫。我真的特别想问你，你到底是不是晶晶的妈呀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你是吧？你是不是想做晶晶的后妈呀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？我真的跟你无话可说，我先走了。我跟你还无话可说呢，你以为你什么好货色呀？这就是事情的全部，全都是米强一手干的。米家知道后也挺难过的，可他让我不要告诉你，还给了我50万，算是封口费吧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这简直太荒谬了。川哥，你别太生气了。
其实都怪我，要不是我老想找回儿子，这件事就不会浮出水面了，都会相安无事的。相安无事？什么叫相安无事？我女儿丢了，太可恶了，我不会放过她的。川哥，妈，您又在忙活什么呢？你姐姐这些给剪坏的衣服啊，我修修改改看看还能不能穿。哟，了不得呀，您无所不能啊。妈，您知道吗？这些可是那些名设计师设计的，这你都能改啊？那可不是吗？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不会啊，什么都要靠自己的两只手，能吃苦着呢，哪像现在的女人呢，就知道享受。洗衣服有洗衣机，做饭有电饭煲，想穿衣服了上街去买，走累了一招手，出租车就来了。肚子饿了，大街小巷全都是饭店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就这样还不知足呢。哎，现在的女人呢，真是越来越娇气了，难怪现在每个女人都吵吵着减肥减肥。妈，这说明啊，时代在进步，这女人要解放了。解放解放，再解放也要有道德标准呢。像尚小云这样的女人，干了不要脸的事情还这么理直气壮呢，那社会还不乱套了？嗯，您说的对。那你强呢？一样，缺德，所以罚他劳动改造呢。喏，对，就得让他改造。剁剁剁，我剁死你们！剁剁，大冷天怎么留我一人跟这耍单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姐，换子的事情。啊！你听我解释，告诉我，我的女儿呢？我的孩子呢？你听我解释，我混蛋！你混蛋！混蛋！哎，姐夫，哎，打死你！别打！打！打！别打！别打！混蛋！混蛋！别打！姐夫，你听我说，打死你！混蛋！哎，别打！别打！妈！妈！这样子打我！哎，妈，妈，别打！打！打！妈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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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全都是让你闹的，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孩子保不住是我的错啊？不是你的错，谁的错呀？啊？这件事根儿上就是你的错。妈，哎，妈，怎么样？妈妈没事吧？不知道呢。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大夫，孩子保住了吗？这还要问吗？已经流产了，要住院观察两天，去办住院手续吧。麻烦你啊。我跟他拼了！哎，李翔，干嘛去啊？你放手！我打死你王八蛋！我要打死那个王八蛋！你打死谁啊？你打死谁啊？你还有理了？没错，我就是有理。别忘了你姓什么啊！别向着他说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就向着他了，怎么了？你也不瞧瞧你做了些什么？你凭什么找人家呀？我一个人做事，一个人当，跟我媳妇有什么关系？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你还有脸说呢？你把我女儿都弄丢了，有本事你把她找回来！没错，是我把女儿弄丢的。怎么了？我把你女儿弄丢，就一定得拿我们家孩子换。我警告你，别逼我，让我连你一块打！你打呀！你打呀！放手！打！放手！放手！你打！别放手！你打呀！别逼我！放手！你打他呀！你别逼我！别逼我！那够了没有啊？放手！我还没死呢。两个人想干什么呀？想干什么呀？你们？打的打，闹的闹，离的离。女儿没了。在我们老米家的这个孩子也没有了，你们说这个家还过不过？啊！你们干脆把我杀死算了，盼着我不死啊！好点了吗？刚才还有点疼，现在好多了。哦，那个，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了，到时候给你拿来啊。哎，你要不要起来坐一会儿？嗯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没想到我也会流产。妈说过，像我这样的女人，就是上刀山也不会流产的。对不起啊。
强，不许你跟我说这个。从小我就喜欢你，无条件的。袒护你也是无条件的。从我嫁给你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错事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，跟你一条心，永远一条心。不好听，你不说你没别的本事吗？就是床上野，嘴巴密吗？那。你现在说点好听的给我听。我帮你说，我爱你。俗的，可是我爱听，实在。行了，别喝了，我们谈谈吧。干什么？你算哪门子的？你给我走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？你干嘛要告诉我你在这儿？你到底走不走？你别逼我打你啊！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。毛毛已经流产了，那是他自己活该。言川，
你要是有怨气，你冲我来，我顶着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这么瞒我？你凭什么这么骗我？拿我当猴耍？亏我还这么疼你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我严川他妈真是瞎了眼了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甭跟我说这个，我现在就要我女儿。你给我回去告诉米强，让他去给我找，不然你让他等着，我砍死他，你信不信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东家长啊，西家短，解放里只是天天见，吹的是一样一样的风，谈论着江苏和油盐。虽然人心有冷暖，月亮也就被界里我太遥远，只有家是大如天，大如天。亲家长家远，家时常照面，操心着一样一样的事，谁不